食飯喎。食飯啦！有冇少少力氣多啲啊？食飯啦！大家好。好。聽得懂廣東話嗎？聽得懂廣東話。我需要說那個普通話嗎？普通話。不是，真的好，真的很好。我的普通话真的很烂的。OK， 刚才唱完的两首歌，有一首叫做《明日有明天》，第二首叫做《情意结》，是我2003年就是即比较新的专辑里面的两首歌来的。如果未听过的，希望你们回去找一张唱片来听，因为整张唱片都很好听的。那么你下一首啊？不快的吗？慢慢来。咁咧，其實我都好耐冇嚟美國啦。到上一次應該係2017年2018年。總言之，我係過嚟做我嘅個人演唱會嘅，係咪啊？係咪 Priscilla Lisson 嗰個啊？應該就係嗰個啦。咁我係去咗邊啲地方啊？咩話？邊度？你講緊中文啊？Reno， 跟住東岸嗰邊又有去過，我都唔記得咗嘅，因為咁啊真係好耐好耐好耐都冇嚟。咁啊，我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就係當嗰次做完咗之後啦，咁然之後跟住之後就到 Covid 咯噃。咁 Covid 嘅三年咧，我哋大家都坐喺屋企啦，即係我啦，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係坐咗屋企啦，跟住坐咗幾日三年啊。咁然之後咧就慣咗坐屋企咯，跟住咧就到冇事嘅時候咧，開翻曬嘅時候咧，我咧就慣咗坐屋企咧就唔願飛啦，就完全都唔願去旅行添，坐飛機更加唔願意。咁所以一路以嚟咧，今次你話要我突然間要搭長途機，我喺度諗緊，究竟我要執啲咩咧？我一路就唔記得，因為我已經唔記得咗坐長途機。